Wow, okay, today, tonight rather, we are celebrating my niece's wedding reception. This is the reception. 今天是静文还有维新的婚礼啊，晚上举行的，这个是晚上的。很多家人在一起，亲戚朋友。哦，要来给婆婆，婆婆要过。照顾我的吗？妈，这是我的听您的来的。Hello， 嗨，你好。谢谢你啊，小姐，你叫啊那个叫他继续。哈哈哈哈哈！开玩笑。就是因为可以来整理，要怎么样？要找我们站长。蛮有韩国的风味啦，这个 Korean feel 这些。Hello， yeah， unfortunately raining now， but you do whatever best。现在他们在筹备着 preparing for the wedding. Rain is dissipating very soon. 你佛吗？我没有，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没有。阿伯呢？有啊，阿伯有来的。汽车的 battery 开了吗？包括球的 battery 开了吗？让我们可以拿多一点。反正不是很多人。包括球的 battery 还没有。刚才做一点手脚啊，我们的交换戒指仪式即将开始，所以请大家如果想要观赏的话可以向前一步，谢谢。向前几步都不用紧啊。我是主持人，亲爱的各位来宾、家人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新娘的好朋友，也是今晚的主持人 Kiwi。然后呢，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伟盛和静文的婚礼现场。然后呢，我想要代表新郎和新娘向远道来的每位朋友们表示最热烈欢迎和最真挚的感谢。然后呢，也非常抱歉，因为天气的关系呢，所以接下来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一点点的受影响。可是呢，现在我们的新郎和新娘已经准备好要一起迎接这场浪漫的时刻了，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郎和新娘入场。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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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新娘。接下来呢，我想要邀请两位新娘转过身来，面对彼此，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这么浪漫的时刻呢，我想你们应该有很多话想为对方说，所以呢，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新郎和新娘，让他们表达对彼此的祝福与爱意。那我们的伴娘送上爱的宣言。请大家给一次最热烈的掌声。My test, 1 million, 2 million, 3 million、大家晚上好啊，真的今天真的是非常抱歉，因为天气的关系。 OK, so 首先呢，我想要在跟新娘表白之前呢，我想要感谢我的父母啦，因为我老爸，你在那里啊，老爸哦，看到你啊。 OK, so 谢谢你，从我小时候呢就在外地做工。OK, 可是呢让我三餐有温饱。 OK, 辛苦供我读书读到大学。 OK, 虽然我现在出来工作很久，可是你还是经常会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虽然你不太会表达爱，可是你一直在用行动在爱着我。说、so, 我的妈咪你在哪里？我在。你要站出来啊，妈咪、啊、谢谢你当时呢没有选叉烧。 OK, 你就把我生下来了，然后从小呢就照顾我，养育我到大。小时候呢我很叛逆， OK, 我不写作业， OK, 我懒惰读书，每次都叫你半条命， OK, 还要你包容我的坏脾气， OK, 我知道我是最难搞的孩子啦，但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稍微有点出息啦，应该没有让你失望啦。好、接下来呢就我想要谢谢我两个哥哥还有我的大嫂。 OK, 虽然呢平时他们没有什么要理我。 OK, 可是在这期间 OK, 婚礼上的东西他也是帮了我不少，然后从整理家油漆布置等等。 OK, 真的是很谢谢你们，虽然我大哥大嫂不在今天，可是他们也帮了我很多不少的忙。再来呢，我要感谢我的阿妈。阿妈阿妈哎，快丢路了哎，阿妈说一直以来你都很关心我，每次我去你家的时候你都是怕我肚子饿的啊，都是有麦咯100号有饼干，所以我去你家我是不怕饿肚子的。 OK, 真的是很谢谢你阿妈，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OK, 再来呢我想要感谢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岳父岳母谢谢你们 OK, 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跟阿蛮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把我当儿子一样啊，让我可以厚脸皮每次去你们家呢又免费住又免费吃啊。然后还有特别要谢谢我岳母啊，因为我几年前在巴都巴汉生病的时候住院呢，他也是特地照顾我，送食物给我吃，还帮我洗买衣服，真的是非常的谢谢。 OK, 再来我还要谢谢的就是静文的阿妈。 OK,把静文的照顾呢又白又胖又健康啊，从小就是他的阿妈照顾的。 OK, 让我今天有机会呢娶她回家。每一次过年呢我还没有去他家拜年的时候呢，他都会给我红包好的，已经把红包 pass 给静文了啊。虽然今天呢阿妈不在啊，可是我相信还一定在现场看着我们。 OK, 再接下来呢我想要谢谢就是三位妹妹。OK, 就是阿婷、阿宁跟阿歪啦。 OK、尤其是阿歪跟阿婷啦。 OK, 虽然平时呢很喜欢嘎叫我。 OK, 很想戏弄我。 OK, 整天呢就是煽风点火杀爹杀爹这样啊，但是呢对我又很好哦。 OK, 这段时间呢又不断请假，然后就帮助我们婚礼上的东西，又出钱又出力。 OK,
在场呢有帅哥的呢，对他们有兴趣的话，等一下你们过后可以来找 interview， OK， 我看看一下够不够资格。啊，接下来呢，我就要感谢我的今天的兄弟们啦， OK， 都是我10年、20年的好朋友来的。我一找他们做兄弟呢，他们是完全没有犹豫的，就直接答应我的。啊，像是文艺啊、伟光啊，他们已经是从小学到现在有了，已经有20多年的交情。OK， 然后还有阿 Sam 啊、东啊，也是有10多年了的。OK， 所以谢谢你们今天，一直特地来当我兄弟，为我付出，真的是很感谢你们。以后你们有什么事的话呢，我一定会赴汤蹈火的。OK， 有什么事跟我讲。OK， 再来呢，我还要谢谢的就是我老婆的姐妹们，谢谢你们呢，一直就是疼爱她。OK， 你们对她好就是对我好，我非常的开心。OK。但是尤其是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叫做就是比欧娜，因为呢他几年前呢，应该很多年前，就是我跟静文吵架的时候几乎是要分开了的，都是他特地来找我，然后跟我讲劝说，然后让我们复合，所以我非常的特地感谢他，没有他的话呢，不会有今天的我们在这里。 OK， so简单来说呢，对他好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帮忙 ，OK。So, 最后呢，我还想要感谢很多人，可是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哦，我怕你们站到脚酸，所以我只可以直接简单的感谢，就是在场的各位亲戚朋友们，包括摄影师、还有化妆师等等的 ，OK。那些撑伞的，尤其是特别牺牲的特别伟大，谢谢你们出席我的婚礼 ，OK。希望大家就是身体健康。所以接下来呢，时间我就要跟我的老婆讲，不然的话你还会吃醋。OK。So, 老婆，我们在一起，2014就在一起了，2022求婚，2023注册，2024结婚，终于我们走到这一天，真的没有想过1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还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很害羞了 ，OK， 你也不敢看人家，然后我又很坏蛋，我又每次要逼你看我的眼睛，说、逼你勇敢的去面对人，说、不知道呢，我前世是做了什么好事，竟然在大学就遇到你，说、开始说我是觉得你很可爱，很善良，把你妹妹这样对待，对你好，但不知不觉中呢，我是想对你特别好。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去朗嘎威玩耍 ，OK， 我就特地挑了一份手信给你，不懂你还记不记得？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可能那时候我没有发现到我是喜欢上你。还有一次呢，你亲手做了饼干给我吃，那是我人生中除了我妈以外，啊，第一次有女生做饼干送给我吃 ，OK，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像电视里的剧情那样梦幻，可是没有狗血 ，OK。所以发现到你是非常好的女生。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遇到好的女生，你就一定要抓着，你不要放开她。所以我当时遇到你，我就决定不要放开你。很多人讲我们在一起有10年那么久，但对我来说，其实10年还不算长，我想要的是一辈子。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吵架、分手、复合。OK， 每一次吵架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特别难受。现在每一天跟你在一起，我也不会觉得腻。OK， 很快乐，很幸福。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一直爱我，然后支持我做任何事，鼓励我。虽然我不完美，但是你对我真的很好，很爱我。就连我们去拜拜济公都跟我讲，你是全世界除了我妈以外最爱我的女人。连神都要狂蹦跳跳赛的，所以你每一次跟我做饭的时候呢，然后都是无限的付出 ，OK， 还买那些自己平时不舍得买的礼物给我。我生病住院的时候呢，你还在做工，还特地跑来看我，照顾我。有时候我做到不好，你会讲我、骂我、纠正我，教会我很多事情。但你从来呢是没有离开我的 ，OK， 让我越来越好。之前的我没有什么同情心了啊，我是没有什么同情心了。以前我看到那些在外面募款的人，我都会觉得好像骗子要骗我钱那样。可是跟你在一起了之后，我发现你特别善良，不怕被欺骗，也尽力就是尽己所能帮助别人，
你会说就算被骗也是被骗那50块，所以我就从你身上学了这一个东西。你也要开心呢，就是我的开心啊，所以你现在不要先 control 一下啊，所以每一次看到你像小孩子这样快乐呢，我就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让我人生更加的快乐，不然没有他的话我人生应该会很无聊。希望你一直保持这种快乐心态，有时候不开心的就让我陪你一起分担，不用怕害怕，不用去害怕任何事情，有我在你身边。Okay, 未来我们要一起去很多个国家旅行，去你喜欢的日本啊、韩国、瑞士，我们要去一直探索世界各地。我这个人呢不适合投资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买股票那只股票一定跌，没有，我买 Unit Plus 那只 Unit Plus 一定跌。我最近把一个外币卖掉，那只外币呢就直接起。 OK, 我唯一今天最成功的就是投资在你身上，我投资了和你在一起。 OK, 买你喜欢的东西。 OK, 希望你能自信勇敢尝试任何东西，投资在你身上。你以前讲你自己不好看，我为什么要看上你？但今天的你美不美？美、啊、可爱不可爱？可爱。对啦，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投资，证明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对吗？对。人家说男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娶到一个好老婆，所以今天我是有一个巨额的财富。那些以前呢看不上你的男生呢，现在应该是很后悔的。所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最近我们参加一个幸运抽奖， OK, 就差一个号码我们就中头奖了，很垂心肝。 OK, 但想一想哦，我一生的好运都用在遇见你。 OK, 你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唯一一个，我爱你老婆。谢谢我们的新郎，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新娘。吓死我，讲这么惨，为什么演讲比赛？我天，害我有一点看我的稿，我觉得惨了，我输了。我没有写的那么详细，不好意思。我首先我就是我要谢谢大家来抽空参与这个我们今天的一个，就是它算是我梦想的一个很平凡温馨的一个婚礼，虽然不完美，可是又刚好下雨，我真的是其实很内疚，就是让大家这么狼狈挤在一起，可是我又 feel 到这样更温馨。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包括我的姐妹还有姐妹的男朋友全部还有兄弟帮我去解决一些事情，还有我的 video camera photographer 全部在帮我，还有我的 makeup那个谁 Angie 他们回来是吗？他们帮我一一在想办法去解决今天下雨。我其实很刀，可是我就觉得我看到你们我真的觉得很温馨，所以我还是现在从不开心变得很开心了。 OK, so 对不起，我还是要跟你们讲，让你们下雨淋着雨来看我看我们在演戏表演。OK, 叫我讲我的稿啦。写的没有这样仔细的惨啊，我很OK, 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贪心，想谢谢很多人。我刚刚觉得我贪心，现在我看到前面更贪心，他谢谢太多人了，我这样我还好啦其实。OK, 谢谢大家参加我的婚礼，少带不走啊。然后首先我一定要先谢谢我今天的前好姐妹兼 MC Kiwi, 当我没有她帮忙的时候，这种没有钱的东西，没有什么赚的东西，她完全没有想就答应了，这种她又不是随便当想要当啊，他就帮你了整个稿整个细节，然后写出来比我还要用心，他真的很给我跟你讲，我只能讲他是我这辈子不得不爱的人。虽然我们平时很像
欢喜冤家，见每天吵架的小仙仙。可是我知道他知道的，在我心，就是在我心里面他是无可取代的，所以我很爱你，谢谢你。然后 OK， 我想谢谢我的父母，我的 daddy 妈咪，他们无私的给我很多很多，他们让我从小就很幸福的长大。虽然我不是什么优秀的女儿，我没有赚大钱，但是你们还是很爱我，虽然你们还有三个女儿。你们，我每次的选择你们都很尊重我，我是谢谢老天，谢谢老天让你们是我的父母，我是你们的女儿，我真的真的很幸福，我从来没有烦恼过，我真的很少，因为我的父母真的对我太好，真的我不懂用怎么去感谢你们。虽然我知道弟弟，虽然我知道女儿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啊，我知道你嫁，可是放心啦，这辈子我赖定你们了，我还是一直会回去的，你不要嫌我烦就好。 So I love you Daddy Mommy。 我应该很久没有讲这句话了。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家公家婆，他们这十年来都是把我当女儿这样照顾，然后他们都是，就我每次去住他们家，他们也没有嫌我烦啊什么啊，然后都是这样，然后我也是很排泄，你每次去住他们的家又吃他们东西啊，弟每天煮的东西又很好吃，哦弟 sorry 应该是妈咪要。然后我有讲过，我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家公还有家婆，所以我是可以跟他们一起住的，很多人讲不要跟家公家婆住，可是我跟他们相处这十年，我讲我可以，我真的是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所以谢谢你们。还有谢谢我的外公外婆，谢谢我的外公外婆，从小也是照顾我长大的，然后我的外公外婆煮东西很好吃的，然后讲真的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比他们煮的好吃的米萝卜丝跟螺饭，我真的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下次记得煮给我吃。还有我要谢谢我的阿姨，我要谢谢我两个阿姨，我的二姨跟小姨。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是谁的阿姨会陪我们一起玩一起疯，还一起去参加 cosplay， 跟我们一起 cosplay 啊，原来是我的阿姨。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真的是跟我们这个年轻人都可以一起玩一起疯，所以讲真的我真的很幸运有这些阿姨陪我，希望他们不会嫌我烦啦，希望不要嫌弃我这个多事的外甥。OK， 哦、oh, 我漏掉一句，我要谢谢我的阿妈，从小和你一起长大，其实我最大最大的愿望就是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就差那么一点点，可是我知道你一定来了，我很想你。我要谢谢我的三个妹妹，阿维、阿婷还有阿宁，谢谢他们是我的妹妹，因为我真的他们真的很爱很爱我，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大姐，以前我觉得我的朋友都重要过他们，所以他们就每一天拿这个来耍笑我，可是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你们在我心里说也是超级无敌重要，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是我的妹妹，很帮我，很照顾我，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不像我跟你们更像我的姐姐一样照顾我，因为我比较幼稚。我想说的是，你们在我心里面无比重要，我很爱你们，谢谢你们让我的生活热闹精彩，有你们真的很好很好很好。还有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姊妹们，我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愿意和我做朋友，那么多年一直陪在我身边，就是我优点不多，就刚好只有那么一个做这一个优点，就是重感情讲义气。所以我想讲的是，不管你们以后成为了谁的老婆，成为谁的妈咪，成为了谁的媳妇，你们都要记得我一直都在你们的身后，不管哪你们在哪里，不管什么天气，一个电话一个讯息我马上到。所以这个纸已经撕掉了，我其实有很多没有照稿读的，因为我已经头脑混乱了。我现在要跟我的老公讲，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叫老公，因为叫这很老。 OK， 我照样叫你平时 我平时我叫你的方式，亲爱的哥，哇，就这样我们一起打打闹闹走了十年，从我短发到我长发及腰。老实讲啦，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疯，这样三八，这样粗鲁，脾气应该也不小，也不漂亮，没有什么优点的女生也可以被人疼，被人放在心上。是你不断的鼓励跟支持我，不吝啬的称赞，让我本来不自信不漂亮的丑小鸭改变成现在开朗自信大方的快乐小狗。就是我不管我多疯，我多丢脸，多奇葩，就是做一些奇葩事情，你都是很宠溺的支持我，成为我最大的 supporter， 我的粉丝，一直静静的陪我。你看着我的眼神，就是不是觉得我丢脸，我在你眼里面看到的是，哇，我的宝贝真可爱，真拿你没有办法的眼神。就是跟你在一起，我就可以永远做自由的自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虽然你很唠叨，你真的很烦。你一直以来你都知道你不是我的理想型，可是到现在我却觉得我们是天生一对绝配。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性潇洒，你谨慎，我太自由，你会 blending， 我是 E 人，你是 I 人，我很爱玩，不是，我是太过爱玩，然后你会照顾好我，我享受现在，你规划未来，所以就是一加一大于二，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就是互相的，让我们现在生活越变越好。我还有要讲，就是你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次都可以想到我想要的东西，猜到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好像我尾巴一翘，你就逃不过你的眼睛，很恐怖。就是每次我都会讲，哇，你像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很了解我，哎，不懂是不是好事？但还好，我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就是一个默契，感觉就天生的完美伴侣。你不只把我照顾得很好，也很照顾我的家人和朋友，很上心的照顾了所有的细节，连我都想不到的细节，就是我都觉得我不可能会做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真的很好很好。我就想如果就是应该我也不会再找到像你一样对我那么好的人，有你在我很安心很放心。
还有谢谢你，这是我多下兴趣的，谢谢你今天跑进跑出忙了这么久，我看你跑进跑出我真的很觉得很对不起你，可是谢谢你，谢谢你辛苦你这几年的照顾疼爱，让我做自己绽放自己。最后我想说，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但是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归属，我爱你，陈伟盛。哇，谢谢大家，谢谢新郎和新娘爱了些年，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见对的人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刚才这两封情书呢，承载了他们对彼此的承诺和爱意，然后呢这一份承诺呢，我们就需要一份信物去守候。接下来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请新郎新娘准备好你们爱的信物戒指。准备好了吗？会危险，可以吗？时候一点球。新郎，请你取出戒指，戴在我们新娘的名指上。新郎的无名指上，大家请掌声鼓励。好，现在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哦。大家，你们的欢呼在哪里？再开他们欢呼不够大，他们不好意思请下去。承诺，祝福你们。好，谢谢。Success also got spectator。谢谢，我们的交换戒指仪式就结束啦。但是今晚的所有今晚还没有结束，所以你们可以慢慢去享用你们的晚餐，还有一些食物。然后呢，如果想要跟新郎和新娘合照的话呢，你们也可以移步到这里来，还是怎么样？谢谢大家。Thank you.
快吧。就真的觉得，他是值得和你共度余生的人。毕业后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那时候你决定在家乡发展先，我和你虽然隔了一段距离，但是我们还会约一起旅行啊，喝茶啊，聚餐。再来就是你跟我说你要结婚了，远嫁来马六甲。我们之间就从2小时的路程到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在这里我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祝新郎新娘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第二个目的就是提醒新郎别弄哭新娘，我到达现场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目的就是想告诉新娘，当你想找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一直都在。可是虽然我最靠近啦，但是你也需要自己撑15分钟先，我15分钟后才到。OK， 谢谢。谢谢 Fiona。Melody， 有点紧张。OK， 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最好朋友静雯的婚礼。那我的名字是 Melody。我是静雯最好的朋友，那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12年。还记得当时候我们是非常社恐的，不敢认识陌生人的。那在我们害羞的问对方可不可以一起做 assignment 的时候，我们的缘分就开始了。那在这diploma2年半的时间，不爱参人的我们每一次的 assignment 都是一起的，也导致社恐的我们连和我们同班在一起2年多的同学都认识我们，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年少的我们曾无数次的幻想我们会遇到怎样的人，直到今天我看见你身披白纱的出场成为最美新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个拉着我走遍大街小巷的那个女孩，那个陪伴我整个青春的女孩，她要嫁人了。而今天我也兑现了我年少时的承诺，做你的伴娘，我陪你出嫁。那么静雯呢，她是我认识的最乐观最善良最有活力的女孩。表面的她疯疯癫癫大大咧咧，但是我比谁都清楚他是那个最心思细腻最为人着想的人。他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努力地照亮和温暖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时常说他非常幸运可以遇见我，其实不然我也觉得我一定是做了很多好事，我今天才可以遇见一个这么好的你。然后呢，我今天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新娘和新郎的这个婚礼，这个爱情的开花结果。不过呢，对于我这个已经步入婚姻的人来说，
甚至婚姻呢，它并不是只有诗和远方，它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它还有很多很多变卦，就好像今天的下雨一样，是我们预料不及的事情。不过我相信，只要你们可以携手同心，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所以希望往后的你们都可以一直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永远都不会忘记今天结婚的初心。那有句话我也很认同，就是说不要只爱对你很好的人，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又只对你好的人。那从你和 Vishen 相识、恋爱、注册到今天的结婚，我可以看得出 Vishen 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真的，还有很照顾、还有尊重和支持我的朋友。那在你认识他之后，你整个人都更加自信、开朗和漂亮了。那我这里也是有几句话想对新郎说。我相信你是知道静雯是我的宝贝来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把我的宝贝、最珍贵的宝贝交给你，希望呢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爱护他、尊重和支持他。因为我的宝贝呢，他是值得世上一切的美好，也希望你永远爱他，对他好。那他往后的幸福就交给你了。还有几句话想对静雯说。那我的宝贝静雯，成为人妻的你，虽然从此你多了一个人生的角色，以后你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责任。那我最希望你就是你永远可以做好你自己，好好爱你自己，以自己为主。因为即使你已经嫁人了，但是你也永远是我心中的小女孩，我也永远是你最信任的朋友。谢谢你总是成为我的依靠，而我也一定会成为你的依靠。那有事来找我绝对不是一个口头禅，是真的，你有事就可以来找我，而我永远会在你的身边。最后呢，真心的祝福你们永远幸福，执子之手，白头偕老。谢谢 Melody。 现在呢，我们的最强伴娘团呢，其实有一首歌想要献唱给我们的新娘，所以现在我想邀请我们所有的伴娘，我们一起到前面去好不好？然后你就在前面看着我们表演。对，现在我们是主角。然后呢，现在我要带来这首歌《闺蜜的话》。浪漫的话我们不会讲，我们就用唱的方式祝福你。白色婚纱，满城鲜花，今天我送你出嫁，以后别像个孩子啊，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他。你爱的他手捧鲜花，今天王子娶你回家，戴上戒指，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把你牢牢记下。希望再回到那年，我们的盛夏，一起难过，一起疯疯傻傻，不管风雨再大，每天交加，也会安全的送我回家，一样幸福啊，心底深藏的话，一起轻狂，一起失去年华，终于有他替我爱你啊，别对我好的。等一下，我们新娘还没有哭，应该是我们唱的不够感动。我觉得我们新娘还没有哭。来来来来来，你爱的他手捧鲜花，今天王子娶你回家，戴上。
戒指，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把你牢牢记下，多希望再回到那年，我们的盛夏，一起难过，一起疯疯傻傻，不管风雨再大，泪眼交加，也会安全的送我回家。你要幸福啊，心贴深长的花，一起期盼，一起失去年华，终于有答题，我爱你啊，别对我放心不下，会好的。多希望再回到那年，我们的盛夏，一起难过，一起疯疯傻傻，不管风雨再大，泪点交加，也会安全的送我回家。你要幸福啊，心底深藏的话，一起轻狂，一起失去年华，终于有他替我爱你啊，别对我放心不下，会好的。我们的妹妹有一句话想对新郎说，新郎这边妹妹有话想对你说。没有，不要很乱，不要很乱。继续。今天你真的成为我的姐夫啊，我们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梦想就是有个哥哥。然后我还是有一句话跟你讲，你小心啊。有 BP 最强姐妹，巴杜巴最强岳父，巴杜巴最强岳母。OK， 不要辜负我姐姐，爸，我们也还是很爱你啊。OK， 姐夫 ，OK， 以前的称呼是姐姐的老公，姐姐的男朋友，现在是姐夫。谢谢，谢谢大家。OK，dismiss。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可只想要被爱，必须要忍耐，也经过了一段才忘记自己的爱，就是不得心不悔一起爱，我想牵手好，我先吃。
那现在直接 direct sale 了。5450有没有做什么飞机？没有，我、哦、还没有做。没有啊，你在55吗？对啊，我们给他到550的话，你做做飞机吧，现在就做。500已经有了的，500有了的。500已经回归粉丝了。500了，你回归了吗？回归你们要想啊，你们要什么先呢、啊？你可以做的。啊，direct sales。我已经完完美的被上上在 YouTube 哦。我刚机会有没有你看了？用了几个小时来 upload 的、啊，就是、因为这里的线很慢，所以没办法。然后我们又上班了。啊，早上的 upload 哦，对对对对，早上的 upload， 早上已经 upload， 今天早上的。不要没有这 edit 吗？不用 edit 的吗？对，没有，我是慢点。哦。小心小心，辛苦你们了。OK， 女性布置的不错嘞。哇，太牛了 ！OK 了 ，OK， 大约在咁样啦，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了哈。这一次，恭喜两位新人，然后Happy Wedding。我啦，哎，又是我啊！哎，又系我啊！剩翻咁多食物，即系都算系咁啦。不要啦！飞掉了！好，看到了飞球、气球。喂，含棒捉拖鞋喎，点搞啊？哎。我要攞拖鞋我哋啊！系咯，我哋要从旁边入啊！啊，行翻出去着鞋，旁边入啊！拖鞋喎，吓！好得你，好得你啊！哎，来，谢老师，来来，谢老师，谢我家。哦耶！我要抢你的！拖鞋哦，拿没有在呀？可以。跟你讲，我们这双鞋都没有拍上面。我们买的鞋都没有穿到。哎，不要抬脚可以吗？啊？脱咗个。它是干净的，只是一个叶子罢了啊。来，你回来。哎，裴生。哎，有个飞球那边。要分散。难。好啊，好啊。谁帮我拍？叫 Kiwi， Kiwi 帮我拍。Kiwi。我也可以跳进去。我看我们。可以啊。卡住啊！等一下，老公。
给。这是啤酒。该加这是啤酒。我不加，我不加，我不加。阿婷，你们加情侣，我们加没？你们加情侣不？阿婷，你们快！加加，减减。耶！下子，阿宁还没有好。看姐姐，看姐姐。一、二、三，开心！一、二、三，开心！多一个字了。哈哈哈！爸爸开心一点，爸爸。哈哈哈！OK。好嘞，好嘞。还有谁？阿公阿婆。阿公阿婆。阿公阿婆。我那先打个，好快哦，跑得到对面了。没有，我问你可以吗？不能啊，僵尸可以，谁想 Q 就可以了。推啊，推推想 Q， 喷喷弓水想 Q 就可以啊。直头喺度冲凉哦。直接要冲凉啊。哦。阿姨啊，阿姨，不是，不是，好扶了。哎，我阻住个 camera。我不是阿姨，哎，只有两个头。太好了哈，他都进去了。他不送的哦。再进去啊。你要送了吗？可以。送完，我不要送就可以了。圆圆。可以，我没有骗你，可以了。来呀，看姐姐，来呀，我。成功了呀！成功了，成功了呀！那谁成功？一二三，你都在旁边来，一二三 ，OK， 谁来谁？阿姨，阿姨，阿姨，你的，哎，阿姨 ，YouTu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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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嘎嘎叫叫，嘎嘎叫叫。中间一点，中间 ，Yeah， OK， stop， 给我 stop， OK， OK， 好，很好，来，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谁就知道？哈哈哈哈哈！哎，金手指，金手指，好呀，好。在中间的，没有一站就这样，就这样，没有一站就这样。那我给你，来，一站，一站，一站，苗条，苗条。挡完，挡完，挡完，挡完 ，OK。一、二、三，吸肚子了，一、二、三，吸肚子，我要吸肚子，吸肚子，你吸，你吸很丑哎。真的有在写，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吗？解密文呢？可以拍一张，一个人一个人的。我要拍啊！小磊在这走大工，不要拍啊！我们在收收，对，我在收休息。因为我每次是被截掉了。很美了啦！我老了两个。那男的，谁？来，一、二、三。你先有在躲鱼哦。对啊，叫我不要躲。那个是你也讲了。三，你先。OK。来来来，你们两个快点。他默默的走开。是啊。哦，我好尴尬哦，在那边的时候，我要帮他摆。OK。阿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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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婷。我都可以。等一下先，阿婷，阿婷先。阿婷，阿婷，先。老板，好，不要这样。这么就是你啊？来，你才被淘汰。没有穿鞋子啊。应该呀。我掉下来了。我听不到。你讲完了，我就游啊。OK， 来，很好，来，看这里，一、二、三，一、二、三。
等个横的 OK。 一二三，我一个远一点的，一二三 OK。 哎，你可以读吧，我要师姐妹，师姐妹，师姐妹，你可以你师姐妹哦，师姐妹啊，一二三，哦，腿很长，腿很长，一二三，走一个横的，一二三 ，OK， 你们是姐妹吗？姐妹，姐妹，阿婷够了吗？阿婷，结果你往你的这边站点，对吗？哦，爸爸妈妈一张啊，对，爸爸妈妈一张。来，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还有谁？你住这边吗？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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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要丢个水池哦，出去拎袋了，别的。那女士也。哎，你睡。妈妈，你给我妹妹走过来，给我脱掉，给妈妈看看。这么一点，妈妈，妈妈，妈妈特别放多一点。OK， 很好，来，一、二、三，一、二。秋的。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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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的。OK。继续。继续加外，加外，加外，爸爸靠近一点，对 ，OK， 一、二、三 ，OK， 耶、yeah. ，谁？没有早上 ，OK， 阿姨，没有吧？你还小，拍了两张啊，拍了两张，不默认，不默认，来，你们准备，来，我们拍，我拍了啦，我的姐妹子。这边不能动水啊，是啊，大把多那么水啊，一、二、三，高兴，我们那边那应该有水的，二、三，来看谁的，二、三，很好看，一、三，结果你的那个裙子嘛，不可以哦，你要遮住你的鞋哈，可以，往后丢，电话在哪里？
一二三，有的 zoom 的嘛，这个应该可以了。OK， 一二三，一二三，换呼吸，说得很好。来，啊，看着对方，表情他就好了。啊，然后往阿满你过去中间的啦，再来再来再过去一点啊。OK， 很好，遮住你的那个鞋，对。一二三，一二三，来，对了啊，哎呦，这个对了吗？一二三，一二三，三三三，三三，算了，把电话讲到一半，手工就是三 ，OK， 现在那个雷电坏掉，雷电没坏掉是不是？是那个石台。谢谢你，我拍了，谢谢，哎，没问题，帮帮你的，被衣服拍了，我一起走，是吗？结婚哦哦，哎呦，很厉害这个人，一路打打牌，可以唱 K， 不用看歌词，啊？哎，有了嘞，开了。哎，唱歌。对哦，要打牌哦，张 K 来点开。
瓶座啊？哇！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共你的你是这趟幸福，哪里留不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对？
回不到